汝是诸国道，点意不点定，佛尽末为尘，一尘为一劫，此诸彼尘数，寂劫复故事，彼佛灭多来，汝是无量劫，如来无碍地，地彼佛灭多，即声闻菩萨，汝见今灭多，诸比丘当知，佛地精微妙，无了无所碍，通达无量劫，佛告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，受五百四十万亿，哪有他劫？其佛本座道场，破魔群意，随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离诸佛法，不现在前，汝是一小劫，乃至十小劫，结跏趺坐，身心不动，离诸佛法，犹不在前，逆时脱离诸天，先为彼佛，依菩提树下，拂拭执着，过一幽顺，佛以此众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悉诸次诸时，诸梵天王，五种天花，面壁幽顺，香风袭来，吹气未化，经有心者，如是不绝，万十小劫，供养依佛，乃至灭度，尚有此法，四王诸天为供养佛，上极天国，其余诸天作天机业，万十小劫，至于灭度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，故十小劫，诸佛之法，乃现在前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其佛未出家时，有十六字，其第一者，名曰地藉，诸子各有种种真意，愿护之故，闻夫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戒舍所定，王耶佛所，诸妙提起，离随诵之，其作转轮圣王，以一笔大神，及以八千万亿人民，皆将为了，随至道场，含玉千金，大通智胜如来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道义挑面礼足，礼佛必意，一心合掌，瞻仰世尊，以偈上愿，大威德世尊，为度众生故，以无量亿劫，汝乃得成佛，诸愿以具足，现在皆无上，世尊甚稀有，一座十小劫，身体及手足，即连安不动，其心相单拍，离情有散乱，
究竟应寂灭，安住无留法，今者见世尊安稳成佛道，我等得善利，清净大欢喜，众生常苦恼，妄明无道事，不识苦尽道，不知求解脱，长夜正恶处，减损诸天众，众名立于名，应不闻佛名，今佛得最上，安稳无留道，我等及天人为得最大利，是故含起手归命无上尊。逆时十六王子即赞佛意，款请世尊转移法轮，含作誓言，世尊说法，多所安稳，怜悯了益诸天人民，众说其言，世享无顶论，得福自庄严，得无上智慧，愿为世间说，度脱于我等，及诸众生类，为分别显示，令得是智慧，令我等得佛，众生亦复念，世尊知众生，深深之所念，亦知所行道，又知智慧力，欲乐及修福，宿命所行业，世尊悉知矣，当转无上轮，佛故慈悲求，大通智成佛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十方国五百万亿诸佛世界，六种震动，其国中间修明之处，日月微光，所不能及，二界大明，其中众生各得相见，含作誓言，此中云何佛性众生，尤其各界诸天恭敬，乃至梵境六种震动，大光普照，遍满世界，胜诸天光，逆时东方，五百万亿诸国土中，梵天恭敬，光明照耀，背依上明，诸梵天王各作誓念，今者恭敬光明，悉数未有，以何因缘离现此相？是时诸梵天王即各相继，恭于此事，时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明救一切，为诸梵众离说其言，我等诸恭敬，光明色未有，此是何因缘？以国强求之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离此大光明，遍照于十方，逆时五百万亿国土，诸梵天王以恭奠故，各以衣结，胜诸天花，恭于西方，推心事上，
见大通智胜如来，处于道场，菩提树下，坐师之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金那罗摩诃罗伽林慧林等恭敬为了，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，即时诸梵天王跳面礼佛，了别千载，即以天花离散佛像，即所散花如须弥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即菩提树果实优顺，花供养伊，各以供殿，奉上彼佛，立作誓言，为见哀悯，了益五等，所现供殿，愿随六处，使诸梵天王即于佛前一心动心，以其上愿，世尊甚稀有，难可得得故，故无量功德，能救护一切天人之大事，哀悯于世间十方诸众生，普皆忘了益，我等所将来，我必万亿国，舍亲善定乐，为供养佛国，我等善世福，恭敬心严实，今以奉世尊，为愿哀纳受。逆时诸梵天王即赞佛意，各作誓言，以愿世尊转离法轮，度脱众生，开涅槃道。时诸梵天王一心动心，离说偈言，摄向两足尊，以愿演说法，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。逆时大通智胜如来默莲喜之，由诸比丘东南方五百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各自建宫殿，光明照耀，色素弥幽，欢喜踊跃，生喜忧心，结国相业，恭于此事。时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大悲，为诸梵众离说偈言，世事何因缘，离现如此相，我等诸恭敬，光明色弥幽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未曾见此相，当将一心求，故千万亿度，心光将推之，多是佛出世，度脱苦众生。逆时五百万亿诸梵天王已经定故，各以衣结胜诸天花，强业西北方，推心事上，见大通智胜如来，处于道场，菩提树下，坐师之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金那罗摩诃罗伽林慧林等
恭敬为了，极尽十六王子，请佛转法轮，是诸梵天王，求免礼佛，了别千载，结义天花，离散佛像，所散之花，如是密散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以各以供殿，方向彼佛，立作誓言，为见哀悯，了益五殿，所现供殿，愿随纳处，逆时诸梵天王，皆依佛前，一心同心，以其上愿。圣主天中王，驾灵并客星，爱悯众生者，五顶金敬礼，世尊甚稀有，九万乃一现，一百八十劫，空故无有佛，三恶道充满，诸天众减少，金佛出于世，为众生作眼，世间所归处，救护于一切，为众生之父，爱悯了益者，五顶烁福庆，金德得世尊，逆时诸梵天王，即赞佛意，各作誓言，以愿世尊爱悯一切，转于法轮，度脱众生。时诸梵天王一心同心，离刷其言，大乘转法轮，显示诸法相，度苦恼众生，令得大欢喜，众生闻此法，得道六升天，诸恶道减少，临善者增益，逆时大通智性，如来灭连护持，由诸比丘，南无五百万亿国土诸大梵王，各自建供殿，光明照耀，色所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喜有心，积国相继，恭于此事，以何因缘，五顶供殿，由此供养，时必众众，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妙法，为诸梵众，离刷其言，五顶诸供殿，光明甚微耀，此非无因缘，是上已求之，故以八千劫，未证见是上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，逆时五百万亿，诸梵天王，已经殿故，各以依结，圣诸天花，降于北方，推心事上，见大通智性如来，处于道场，菩提树下，坐师之座，诸天龙王，乾达婆，金那罗，摩诃罗伽，林慧林等，恭敬为了，极见十六王子，请佛转法轮，使诸梵天王，求免礼佛，了别千载，结义天花，
离散佛像，所善之花，如是密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花供养以各以供殿，方向彼佛，立作誓言，以见哀悯，了益我等，所现供殿，愿随纳处。逆时诸梵天王，皆依佛前，一心同心，以其上愿。世尊心难见，破诸烦恼者，故必三十劫，今乃得一见，诸其各众生，以法无穷满，色受未净土，无量智慧者，如幽潭百花，今日乃得悟，我等诸恭敬，望光顾严色，世尊大慈悯，意愿随纳处。逆时诸梵天王，即赞佛意，各作誓言，意愿世尊转移法轮，令一切世间诸天魔凡沙门波罗门皆悉安稳，离得度脱。使诸梵天王一心同心，以其上愿，意愿天人尊转无上法轮，结依大法果，离摧大法雷，普有大法物，度无量众生，我等含归请，同愿深远音。逆时大通智性如来，灭连续之西南方，乃至下方，亦复如是。逆时上方，我彼万亿国土，诸大梵王，皆悉自度，所至恭敬，光明威耀，色受未有，欢喜踊跃，生喜有心，积国相继，恭于此事。以何因缘，我等恭敬，有失光明，使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，名曰悉气，为诸梵众离说其言。今以何因缘，我等诸恭敬，为得光明耀，颜色未净有，如是之妙相，色受未闻见，为大德天生，为佛出世间。逆时我彼万亿诸梵天王，以恭敬故，各以衣结胜诸天花，恭于下方，推心示相，见大通智性如来，处于道场菩提树下，坐师之座，诸天龙王乾达婆金那罗摩诃罗伽林慧林等恭敬为了，即见十六王子，请佛转法轮。使诸梵天王头面礼佛，了彼千劫，皆依天花，离散佛像，所散之花，如是密山，并以供养佛菩提树，
花强用意，国意强定，方向比佛，立足是言，为见爱民，了益五定，所行强定，愿随立处，使诸梵天王，皆依佛前，一心同心，以其上愿。现在见诸佛，救世之圣尊，令伊三界恶，免出诸众生，普度天人尊，爱悯群民类，令开甘露门，广度伊一切，衣食无量劫，空国无有佛。世尊未出世，十方上暗明，三恶道精长，阿修罗亦成，诸天将减少，四道对恶道，不将佛闻法，上行不善事，识力及智慧，四定皆减少。罪业因缘果，失乐及乐相，诸依邪见法，不识善义执，不忘佛所法，常对依恶道，佛为世间眼，九万时乃出，爱悯诸众生，故现依世间。超出成正觉，五定心欣庆，及于一切众，喜叹未曾有。五定自恭敬，望光故颜色。今以方世尊，以随哀乐处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五定义众生，皆将成佛道。逆时，我必万亿诸梵天王，即赞佛意，各别佛言，以愿世尊转移法轮，多所安稳，多所度脱，使诸梵天王。离煞其言，世尊转法轮，极甘露法果，度苦恼众生，开示涅槃道，以愿受五请，以待微妙音，爱悯离苦厌，无量劫集法，逆时大通智性如来。受十方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称，即是三转十二行法轮、六沙门、波罗门、六天魔幻及于世间所不能转，为是苦，是苦集，是苦灭。是苦灭道，及广说十二因缘法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色，色缘明色，明色缘六力，六力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处，处缘有，有缘生。生缘恼死忧悲苦恼，无明灭即行灭，行灭即色灭，色灭即明色灭，明色灭即六力灭，六力灭即触灭，触灭即受灭，受灭即爱灭。爱灭即处灭，处灭
即有灭，有灭即生灭，生灭即恼死忧悲苦恼灭。佛以天人大众之中，说是法时，六必万亿，哪有他人？以不受一切法故，离依诸流，心得解脱，皆得清妙禅定，三明六通，具八解脱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说法时，千万亿恒河沙，哪有他等众生，亦以不受一切法故，离依诸流，心得解脱，将是以后诸生闻众，无量无边，不可清数，逆时十六王子，皆以童子出家，立为沙弥，诸君通理，智慧明了，已经供养八千万亿诸佛，净修梵行，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具别佛言：世尊，世诸无量千万亿大德声闻，皆已成就。世尊，亦当为我顶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我顶闻已，皆将修学。世尊，我顶志愿，如来之见，深心所念，佛自正知，逆时转轮圣王，所降众中八万亿人，见十六王子出家，一求出家，往即天喜，逆时必佛受沙弥请，故离万劫矣。乃以四众之中，说是大圣经，明妙法莲花，到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说是经义，十六沙弥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，皆降受持，方向通理，说是经时，十六菩萨沙弥，皆悉信受，声闻众中，亦有信解，其余众生千万亿种，皆生疑惑。佛说是经，以八千劫，历经修会，说是经义，即立净色，住于禅定，八万四千劫，时时十六菩萨沙弥，知佛立色，即念禅定，各生法座，亦以八万四千劫，为四部众，讲说分别，妙法华经，一一解脱，六百万亿，哪有他恒河沙等众生，是教离喜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大通智胜佛，过百万四千劫矣，从三昧起，往夜法座，安详离座，普告大众，是十六菩萨沙弥，心为稀有，诸君通理，智慧明了，已经供养无量千万亿数诸佛，依诸佛所上修梵行，修持佛地，
开始众生能力其中，立定该当所属清净，利强用之，所以食好六声闻，辟支佛，及诸菩萨，令信是十六菩萨所说经法，受持不废者，是能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智慧，佛告诸比丘，是十六菩萨上敖说是妙法莲华经，一一菩萨所化六百万亿，那由他恒河沙顶众生世世所生，依菩萨故，将其闻法，色界性界，以此因缘，得得四万亿诸佛世尊，依今不尽诸比丘，我今以你比佛弟子十六沙弥，今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十方国土现在说法，有无量八千万亿菩萨声闻，以为观想，具离沙弥，东方诸佛一名阿耨，在欢喜国，离名须弥顶，东南方离佛，一名须知音，离名须知相，南方离佛，一名虚空住，离名相灭，西南方离佛，一名地相，离名幻相，西方离佛，一名阿弥陀，离名度一切世间苦恼，西北方离佛，一名多摩罗婆坚丹香神通，离名须弥相，北方离佛，一名浑自在，离名浑自在王，东北方佛，明怀一切世间宝位，第十六五色伽妙离佛，依三宝国土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诸比丘，我等为沙弥时，各国教化无量八千万亿恒河沙顶众生，将我闻法，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此诸众生依今有住声闻地者，我上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诸人等应以是法，渐入佛道，所以食好如来智慧，乃信难解，念时所化无量恒河沙顶众生者，立定诸比丘，及我灭道修，未来世中声闻弟子悉业，我灭道修，复有弟子不闻是经，不知不觉菩萨所行，自依所得功德，生灭道相，当立涅槃。我以一国作佛，今有一名是人随生灭道之相，立以涅槃，立以彼道，求佛智慧，知闻是经，为以佛性，离得灭道，经无异性，弟子如来方便说法，诸比丘，若如来
自知涅槃始道，众有清净，性界坚固，了达空法，深入禅定，遍及诸菩萨，及声闻众，为说是经，世间无有，离性离得灭道，唯一佛性得灭道呢。比丘当知，如来方便，深入众生之性，知其自傲，小法侵夺我欲，为是定故，说伊涅槃，是人入门，即便信修，譬如我别幽深，险难恶道，恐绝无人，不畏之处，若有多障，若过此道，自定报处，有一道师，聪慧明达，善知险道，通识之上，将道众人，若过此难，所将人众，中路害退，必道师言，五顶披极，二福保卫，不能复进，前路犹远，今欲退还，道师多诸方便，离作是念，此定可悯，云何下大颠簸，离欲退还，作是念意，以方便力，以险道中，故三别幽深，化作一生，故众人言，你定勿报，莫得退还，今此大行，可以终止，随意所作，六零时行，快得安稳，六零前至保所，亦可得去，时时疲极之状，心带欢喜，叹未精有，五顶金石，免失恶道，快得安稳，于是众人前立化成，生于道上，生安稳上，逆时道师，知此人众，既得知识，无福披冠，即灭化成，与众人言，立定起来，保处在今，向者大成，我所化作，为之胜利，诸比丘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今为立定，作大导师，知诸生死，烦恼恶道，险难中远，应去应道，若众生，但闻一佛性者，皆不欲见佛，不欲亲近，便作是念，佛道中远，久受勤苦，乃可得成，佛知是心，其六下落，以方便力，离以中道为止色故，说离涅槃，六众生自依离地，如来逆时即便为说，你定所作未办，你所住地，尽以佛慧，当观察照亮。所得涅槃非真实也，但是如来方便之力，以一佛性分别说三，如彼导师为之释故，化作大乘，具知色意，离故之言，保处在今，此行非实。我化众呢，你是世尊，
玉中宣此意，离煞其言。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。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诸天神龙王，阿修罗众等，尚有于天花，以供养彼佛。诸天极天国，并作众伎乐，向风吹伟华，更有新好食。故是小劫已，乃得成佛道。诸天及舍人，心皆怀踊跃，彼佛十六字，皆以其观想，千万亿为了，具形之佛所，头面礼佛足，二情转法轮，性思自法悟，穷我及一切，世尊心难得，九万时一现，为觉悟群生，尽当依一切，东方诸世界，五百万亿国，梵经定光耀，色素味精油，诸凡见此相，心来至佛所，散花以供养，并奉上供电，请佛转法轮，以其力赞叹，佛地时立志，受请灭连珠，三方及四维，上下亦合你，散花方供电，请佛转法轮，世尊心难得，愿以本慈悲，广开甘露门，转无上法轮，无量慧世尊，受彼众人请，为宣种种法，四体十二缘，无明自恼死，该众生缘有，如是种果烦，你等应当知，宣听是法时，六百万亿界，得尽诸苦集，皆成阿罗汉。第二说法时，千万行沙众，依诸法不修，亦得阿罗汉。总是修得道，其数无有量，万亿劫算数，不能得其边。四十六王子出家作沙弥，皆恭请彼佛演说大乘法，五等及英雄，皆当成佛道，愿得如世尊，慧眼第一经，佛地动慈心，摄世之所行，以无量因缘，种种诸毗卢，说六波罗蜜，及诸神通师，分别真实法，菩萨所行道，说是《法华经》，如行何沙记，彼佛说经已，净色入禅定，一心一处做，八万四千劫，是诸沙弥等，知佛禅未出，为无量亿众，说佛无上慧，各国诸法座，说是大乘经，依佛印集修，宣扬诸法化，一一沙弥等，所度诸众生，有六百万亿，
幸福山顶上，地佛灭道修，世诸文法者，在在诸佛道，上意思故生，四十六三昧，故作行佛道，今现在十方，各得成正觉，逆时文法者，各在诸佛所，其有诸生闻，渐教以佛道，五在十六所，正亦为逆说，是故以方便引你出佛会，以是本因缘，今说《法华经》，令你入佛道，心不怀坚固，譬如险恶道，会绝多毒兽，又何无水草，人所不为处，无数千万种，欲过此险道，其路深空远，经我别幽深，时有一道师，强识有智慧，明了心决定，在险济众难，众人皆疲倦，离别道师言，我等今顿法，以此欲退还，道师作是念，慈悲心可悯，如何欲退还，离失大珍宝，心识思方便，当识神通力，化作大成果，庄严诸舍提，就则有园林，居留及玉田，重门高楼阁，男女皆充满，积足是化意，为庄严木库，逆定立此心，各可随所乐。诸人既入行，心皆大欢喜，皆生安稳相，自为已得道。道师知色已，即将离果缘，逆定当前进。此时化成你，我见你疲极，中路欲退还，故以方便力，观化作此行，你勤勤精进，当强自保守，我亦复如是，为一切道师，见诸求道者，中路离害会，不能度生死，烦恼诸险道，故以方便力，为释说涅槃，言逆定可灭，所作皆已办，既知度涅槃，皆得阿罗汉，逆乃集大众，为说真实法，诸佛方便力，分别说三性，唯有一佛性，释出故说理，今为你说实，你所得非灭，为佛一切谛，当发大精进，逆境一切谛，十力定佛法，故三十二相，乃是真实灭。诸佛之导师，为释说涅槃，具知是色意，引入依佛会，名法《莲花经》，观科观第三，三君普论，弟子蒙恩，化成虚实莫为真，再观地性因，十六王孙。八面正金身，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，名法莲花经第四册，名法莲花经五百
弟子受祭品第八，逆时复流那密多罗尼子，将佛文是智慧方便，随意说法，由文受诸大弟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学文宿舍因缘之事，学文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，得离精有心精踊跃，即将做起，度以佛前，条面礼足，却自一面，瞻仰尊眼，目不沾舍，离足时念，世尊心积德，所为稀有，随顺世间六根众生，以方便知见，离为说法，拔出众生，处处贪着，我等依佛功德，言不能算，依佛世尊令知我等深深本愿，逆时复告诸比丘，逆定见是富流那弥陀罗尼子后，我想称其以说法人中最为第一，亦想叹其种种功德，精勤护持，助宣我法，令伊四众是教利喜，具足解释佛之正法，离大了益，当凡行者，自舍如来，无能证据，言论之辩，逆定勿畏，复流那，但能护持，助宣我法，亦以过去九十亿诸佛所护持助宣佛之正法，以彼说法人中亦最第一，由于诸佛所说空法明了通达，得是无碍地上能心体清净说法，无有疑惑，具足菩萨神通之力，随其受命，上修梵行，彼佛世人涵盖为之，实是声闻离富流那，以是方便了益无量，必亲众生诱化无量无尽其人，令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证佛道故，上作佛事，教化众生，诸比丘、富流那，亦以七佛说法人中，离得第一。今以我所说法人中，亦为第一。以现劫中，当来诸佛说法人中，亦获第一，理解何其助宣佛法，亦以未来何其助宣无量无边诸佛之法，教化了益无量众生，令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证佛道故，上勤精进，教化众生，渐渐具足菩萨之道，故无量无尽其劫，当以此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护愿法明如来应供正遍知，并行足生死世间界无上师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。
其佛意恒河沙顶三千大千世界，唯一佛道，七宝为地，地平如掌，无有三灵，其间高福，七宝大观，充满其中。